健康所想。尖锐湿疣能根治吗？李志忠，中原德一堂中医门诊部皮肤科院长。尖锐湿疣呢，通过积极科学有效的治疗可以临床治愈，正规科学有效合理综合治疗，合理的用药，不盲目的去治疗，遵医嘱，同时呢要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啊，避免啊不接的性行为和性生活，避免再次接触尖锐湿疣患者。所以啊，我们要多运动啊，这个保持乐观。再一个呢，就是要有战胜尖锐湿疣的一个信心，摆脱啊你害怕啊、焦虑啊、恐惧、不安、自卑、担心以及紧张的不良的情绪，也是十分重要的。所以治疗后3到6个月没有新的疣体出现，咱们就算临床治愈，1年内没有长出新的疣体，基本上不会再有复发。尖锐湿疣通过正规科学有效合理综合治疗可以临床治愈，要调整生活方式，避免不洁的性行为和性生活，要多运动，保持乐观，要有战胜尖锐湿疣的信心。